英雄崛起，小野屋，来哟、哦、，Rise of Heroes。它其实要放置挂机手游，我们开出来关卡攻略一下哈。等等哟，好，先签到一下 ，OK。啊，这边就是挂机攻略教学，来开始。啊，对，就这样。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是，它有特别的放技能，它下面可以放一些技能。OK， 那就是现在挂关的教学哦。那我们赢了之后就可以继续下一关。你看，你都打角色了，那你就可以继续上阵。嗯，好，那继续攻略下去。很长课节。哦，挥别新大约的香。放眼我越来越虚虚。好，这个就是升级教学，关卡攻略教学。好，开始再来，简单的分享一下。好，一直把它点下去。现在怪都蛮精致的。就得要新角色了，然后这个新角色的装备正在升级教学，不错吧这个游戏。OK， 啊，非常的耐玩耶。啊，基本上给你们参考一下咯。那他就可以一直这样弄下去，升级下去哦。啊，甚至呢，给你们看一下全图鉴啊。哦，里面很多都可以看。那你像也是新手游吧，所以他现在角色也不多，对啊。哦，还有魅魔耶，魅魔真帅啊。那打不赢呢，就开始做一个整体的角色的升级。先火也要打出魅魔，可惜，故意让我们输跳是怎样？很好玩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官方很白目哎、欸，故意让我们输掉。哎、欸，记得绑定啊，记得绑定。